由天主教耶稣会马天赐神父所创办的宗教与和平协进会，每年都会邀请十多个不同宗教的代表举行宗教与和平生活营。今年8月17号到19号，在一贯道的台南玉山宝光圣堂举行。天主教会特别在8月16号在台南碧月修院召开行前会议，邀请了金寮天主堂韦方济神父谈到天主赐给人们的三项白色宝物，分别是圣体、圣母和教宗，更赐给了华人社会第四项宝贝祭祖。安平堂的费格德神父更从其他宗教如何与天主教会交谈说起。在宗教交谈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谈到一些类似的题目，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通常天主教的代表都会问你们天主教来台湾多久了。那你要迪多神父谈到自己在印度的宗教交谈经验，包林神父则谈到与人做宗教交谈的原则。主教团宗教交谈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安柱主教特别在行前叮咛说，教宗以及整个教会都教导我们必须要宗教交谈，而且是对其他的宗教人士，我们要以爱以善来对待他们。我们感谢天主，今年的宗教和平生活营呢，我们有机会代表我们天主教去参加哈，因为确实这个名额也是很有限的，大概就是10个左右嘛，是不是10个左右哈？因为不同的宗教，他们也大概有10个左右了哈，每一个不同的宗教，那我们能够代表天主教去参加呢，我们也是觉得很荣幸的。当然，我们跟他们参加了以后呢，那我们听到他们的教义啦，或者是他们的表现呢，我们也接受。可是我们更感谢天主，就是在我们的教导当中，我们有真理，而且耶稣基督他有爱的教导呢，我们一定更容易的来跟他们交谈，而且更容易的来跟他们相处。愿天主降福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派遣你，引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接受钟安柱主教的派遣后，十多位教友就前往一贯道的宝光圣堂。第18届。宗教与和平生活营隆重的实验室分别邀请了宗教与和平协进会理事长净耀法师、一贯道玉山宝光圣堂的总点传师林光雄和天主教钟安柱主教，分别勉励大家。协进会每年的这个大戏，对不对？今天要开始上场，那么期待的我们大家彼此，虽然因不同的因缘而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宗教，学习做你自己的主人，学习如何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我们能够用智慧每天自我观照这样的舞台，学习的是你要懂得帮助你自己，让你活得更自在更幸福。玉山宝光圣堂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地方，王老前人及邱老前人的慈悲带领我们所有的领导点传师以及道亲们用心的经营我们宝光圣堂，共同建设的这个地方展现出一番一贯道特有的一个文化特色。真的像我们在去年一两年在海南岛3000道祖的一个祭祖，轰动了整个海南岛的一个社会，让我们中华文化能够传承到大陆去。宗教和平协进会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借着宗教，借着我们的团结，然后来让我们能够和平。有好多事情
政府他做不来的，因为一些事情呢，它是一种软性的，我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彼此之间的感情。你有时候的政府，你用那个很强的力量，或者是军队里面拿着枪来对准你的时候呢，好多事情是办不成的。那像我们这个宗教和平这种协进会，或者是这种生活营呢，很容易能够达成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友爱，人跟人之间的和平。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教宗他一直强调的，我们跟任何宗教应该友善的来相处。我前一阵子看了罗马的观察报，在6月23号有巴黎大学有他们也是宗教交谈的一群学生到梵蒂冈去见教宗，那教宗很高兴就鼓励他们说，非常好，你们要本着友爱的精神，本着友爱的精神去促进相遇的文化。教宗很强调这种相遇的文化哈，我跟金耀法师很好，是因为我跟他相遇哈，然后我看到他，我没有马上就转头了哈。假如我看到金耀法师，我马上转头哈，那不可能有相遇的哈。那看到我们的世贤弟兄呢，看到他，哎，你好啊，然后就嘘寒问暖哈。像这样子，这种相遇的文化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个宗教和平生活营里面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促进我们的相遇文化哈。我们这十个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到这边相遇，然后从这里面得到了好多的知识，好多的收获，以后把这些带回去，再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然后把这种精神哈，这种友善，这种和好，那这种和平的思想呢，能够再带给别人哈。为期3天的宗教与生活研习营，内容非常丰富，由中央研究院李丰茂教授谈到人民之见，协进会秘书长陈世贤谈到宗教与文化艺术，而主题分享分别由天主教、天地教和一贯道介绍在台南的耕耘，同时还有户外的教学，包括有在悬空法寺以及金寮天主堂精彩的参观。在平安堂时，周达明神父谈到欧洲的自由化对信仰的影响。天主教友李玉琴谈到自己这一次生活营的心得。当初答应参加宗教生活营的时候，其实我是怀着一颗一探究竟的心理，因为毕竟我是来自一个各种宗教都有的大家族，虽然彼此都和平共处，但却不熟悉彼此的信仰，那很难得，因为我想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可以像台湾如此的享受宗教自由，那3天行程下来，我们除了认识彼此之外，其实更坚定自己的信仰。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3天的信仰生活营带领所有的学员种下了爱的种子，相信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将在各宗教领域当中开出最美丽的花朵。双手合十，不